震惊启动史上最大的现金增资160亿，而新股预计将在5月3号挂牌上市，其中不只将发行8亿的新股，每股20元之外，从4月18号开始，一直到20号公开申购，而公开申购的成交约为6.8万张。若是以4月17号的收盘价25.25元来计算，价差约为是5.25块，等于说投资人呢，只要抽中一张就能够现赚超过10000块，而溢价差是高达了26%，而抽签日呢，则是落在4月24号。而玉山这次的现金增资，其中140亿元会用在转投资玉山银行的拓展业务，另外的20亿元则会用在充实营运资金，或是金印集团长期策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。此外，也特别提醒投资人，同一档股票不能重复申购，也就是说呢，只能选一家券商的一家分公司来申请。否则证交所或者是柜买中心则会将它视为是不合格的案件。